好，面粉里面加一点点盐。有，现在要沾面粉下去煎，待会不要变。要腌多久？这个鱼的话，你只要腌，它没有说很大，你腌半个小时。它就是比较脆，还有胡椒盐，还是海椒面粉加海椒。啊，你这么厉害的。没有，这是腌鱼。不管你，我说鱼里面有腌一点白胡椒跟一点盐，还有白酒，还有白酒，然后沾面粉。对，沾面粉。好，这个材料里面都有写。不用分低高中筋啊，哈。最好是用高筋。高筋嘛。怪。哦，还有各一点高筋面粉。高筋面粉，它脆，甜是这样说。老师也这样说。老师也这样说。只要沾那个皮蛋面就好了。对，皮蛋面就好。用小火煎，整个小火煎，都相信会更好看。